就爱教育电台，欢迎收听，欢迎收听《拍绿游乐园》。游乐园，Who is the lover boy？你吗？就是我吧？你是吗？<laughs> 但我觉得也不是说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的故事，就可能有一些是。那你告诉我哪几首是你的故事就好啦。其实蛮多都是从我的故事呃开始出的一个。 嗯，你呢？will you。我要听最一个 Euphoria 也算是跟人大亚的那个 Euphoria 有关吗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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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虽然我觉得还蛮适合那个，是很适合那个节目。但是，哎，对，其实不太一样啊，但是 Euphoria 也是算自己的故事啊。对，其实蛮多都是从自己的经验或是故事发想，然后再想出来怎么诠释。你有看人大亚演的那个吗？没有，我只有看一些片段跟吹的，因为之前真的很红。 超级红超红，他第二季更红，<对>他还二度拿了艾美奖哦，oh, 真的最佳女演员，很很火辣的一个对。但你看，你只要看任何那一季某一集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校园十八禁真的走到这个地步了吗？<laughs> 好能玩哦！<laughs> 嗯、我我大概知道里面的一些内容，<laughs> 对，但你还是会觉得，因为社会进步到这种程度了。是啊，我觉得、哦、嗯。 现在很多爱情的东西真的都很难去猜测、嗯。你还相信这个吗？你说爱吗？嗯、我还是很相信啊。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不一样的嗯方式啦，嗯、经营。你觉得男女对爱情这件事情的最大差别是什么？认知的差别是什么？你说男生跟女生？嗯。 其实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好难说男女男男女都过三十，真的全部都你知道吗？我我我只能讲我自己的看法吧。嗯，对啊，我对像我这一次专辑里面为什么会有 Euphoria，有有比较传统像什么？难道你还不懂我 Stupid Love？因为我觉得有太多不一样的可能性，像 Weekend Boyfriend 也是。嗯，其实我不是说要什么周末泡友，但是我故意取这个名字，因为我觉得，嗯，现在你不要周末你可以 Sunday 泡游 <laughs> 应该说，应该说，爱情跟浪漫跟谈恋爱这种事情有太多不一样的方式跟可能性。你看手机啊、网络啊、数位啊这种素食有没有加速这件事情的演化？一定会一定有嘛？像什么交友软体啊，是什么 IG，现在都是什么 slide and DM 嘛，直接 DM 就可以认识一个人，好快哦，聊天是啊，就跟点素食店的餐点好像哦。对啊，但我觉得某一方面，你有试玩过吗？ 我没有玩过交软体哦，对，好 sad。我现在现在好像不行，我很想哎哎来找我代言。哎，对呀 l o v e a boy m a n l o v e a boy。但是你经纪人会挡掉吗？他我已经射射箭已经过来了，还好啦。我觉得其实现在交软体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，年轻人超多人用，我很多朋友身边朋友在用。我其实蛮希望全部的英法族长辈都去玩玩看。对啊。 就知道说哦，原来年轻人是这样子在想事情，是就不会先贴标签了。对，而且我觉得、嗯、如果没有去体验过、玩过，然后说不好、不喜欢，我觉得也很怪啊。但我有很怕，如果他们真的去玩了，就说那你们怎么少子化这么严重呢？sorry，我听不出为什么意思。<laughs> 就是你们这种东西约很快啊，哦哦哦哦，那应该就很容易生小孩。为什么？<laughs> 为什么少子化问题还这么严重呢？<laughs> 没有，对啊。不过我觉得现在时现在现在时时代真的有点不一样了。我也觉得过去我们看经典小说或者是电影里头的的写爱情的方式，可能在此刻很多原则都不符合。哎，对。但我觉得那个浪漫度还是很浪漫，因为以前会花很多时间在经营等待，是对不对？你约个地方，咖啡厅、电影院，你要走交通有一段距离，对。 现在随时飞，是太你你到哪了？就是你没有那种什么等待啊，<laughs> 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对对,对,对就不那那种那种太直接了，把很多过去爱情的迂回和间接与浪漫都弄不见。完全同意啊，完全同意。所以其实我也很想聊这些东西啊，嗯、我也很想讲这些东西，就是可能有时候这种等待或是。 不确定，像你、嗯、就像你说以前没有 FaceTime，对啊，甚至没有什么手机，yeah, yeah, yeah. 你跟人家说我们晚上八点在那里，就是要晚上八点在對就在那里啊，他会不会到或是晚到怎么样，<是>你也没辦法联络他。Yeah, yeah. 但我觉得这种事有时候是很浪漫的，我个人是觉得很浪漫，嗯、我也觉得浪漫。啊、但是现在小朋友可能觉得说，为什么浪费时间？<laughs> time.